名人的一举一动哦，真的是会被用放大镜来检视。像第一名模林志玲，她在大陆出席活动的时候，一不小心被拍到她的胸贴曝光了。而永远的大美人林青霞，她是出席新书发表讲座的时候，优雅的一鞠躬，露出了傲人的事业线。穿着羽毛平口洋装的志玲姐姐露出大片美背，走复古风的她相当抢眼，一走下台立刻被媒体围堵，一不小心露出了白色胸贴。我在香港出席新书发表会的大美人林青霞也是被放大检视，穿着一袭黑色低胸礼服的林青霞上台一鞠躬就露出惊人的事业线，她还忍不住自己爆料以前和秦祥林相约巴黎却惨遭放鸽子的八卦。话说当年我在台湾拍一部戏叫《白蛇传》，男主角是秦祥林，那时候呢其实他在想追求我了，我就在那边等他，等了一个礼拜都没来，结果我回到台湾，报纸就登他跟邓丽君去了巴黎。林青霞还大方地说，因为对方是邓丽君，自己一点也不在意。不过后来有报道却写两大天后级人物有心结，反而让他觉得难过。记者陈映欣报道。